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和枪杀的案件，检警十二案时，利用宽利车内底发现的嘴暗，比对采样抓到一个姓张的十波人。经过再时的侦讯，警方讲，这个姓张的十波人确实有坐过携带车，不过要来确认之间的关联性。另外，也已经锁定另外一个通缉犯。慰安特勤队早前准备落门攻坚，台南市刑大大队长亲自带队动员30多名警力。十二月嘛，伫高雄金浦区某一间民家厝，抓一名姓张的十波人，随即将伊压制伫涂骹。你莫听到哦。亲像涉案的姓张查甫人，目做殡葬业，目前转行工程业，家属对伊涉案感觉意外。吓一跳，因为突然的带走，我是看新闻才知道。警方根据嫌犯等伫高雄的权利车内，留落来翠安参与比对，对查出姓张的查甫人去伊住的所在抓人。经过规早起的侦讯，伊否认犯案，也毋过警方掌握伊甲查获车辆有关联性。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证据要去做一个确认，好，那就是说，至少以目前我们调查的结果，那他是确实有在跟这台车是有关联性的。到底姓张的查甫人敢是枪手？警方不愿意透露涉及本案的角色，也要爱确认。专案上新进度是锁定另外一名通缉犯。今天下午比较能够有所的一个进展，就是我们目前也有锁定一名通缉犯。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车被透早被枪杀身亡，凶嫌逃走了后烧车设下断点，干扰警方的追查。代志发生已经过一礼拜，警方破案压力日渐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